其实我是吃了个饭，喝了个水，让嗓子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再过来给大家继续录视频的，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，这样才能必是精品的。稍微休息一会儿哈。那么现在呢，继续为大家带来黑暗贤者第一人称视角的解说，看一看这个英雄怎么打。应该说刚才那一场战报呢也比较精彩，让大家知道了这个英雄该怎样去用。那么现在就是通过实战的演示啊，在这里小兔子通过实战的演示来让大家看一看怎么样去，这叫老夫如何是好。我的错啊，我本来是想选外人再打咱们和谐 DOTA 的标语的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直接就他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秒掉了。哟，这么多人啊，不黑不黑不挂不吵架，素质路人主。我一个人打嘛，我就不黑不挂不吵架。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开黑哈，因为无兄弟不 DOTA， 无朋友不 DOTA。 之所以要求大家，或者不说要求哈，就是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一起游戏网跟我们一起交流，那么也是基于无朋友不游戏，无兄弟不 DOTA 这样一个观点。哎呀，这个完蛋了，被认出来压力要好大，待会打的时候估计要各种被针对。再次声明一下，欢迎大家来到海涛的电信 YY1422 以及海涛的网通 YY4278。 另外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多来海涛的百度贴吧，在贴吧搜索 eSports 海涛，或者呢这个就到海涛的优酷空间里边，各种链接都有。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要跟海涛交流的话，其实在贴吧里面应该是最方便的，因为大家说每一个人想要跟我去打 DOTA， 这个确实是很难的，确实不是每一个人的要求我都能满足得了。但是呢发个帖，哎，我去回个帖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这个是非常正常，也是完全可以满足的。所以在百度贴吧，这个我经常在里面出没的。怎么没人呐？等一等一等一，好，来人了 ，Go Go Go！ 哎，等人是非常烦躁的 ，Go Go Go！ 糟糕，他知道我的黑暗贤者，那我待会儿首选黑暗贤者怎么办？这位朋友看来也是咱们优酷留言板盖楼大军当中的一员哈。莫非他就是那个 eSport 海涛圈啊？赶紧打出标语，不图不挂，素质游戏，净化 DOTA 环境，从我做起。哎呦，我差点打刚随机了，晕死。首选首选首选，哎，把这个东西要关掉，把这个东西关掉啊！哎呦，糟糕，我们这边有地精工程师。我是首选的，有没有随机的朋友能够买只小鸡？有没有随机的朋友能买只小鸡？哎，太和谐了。太和谐了。现在这里有熊战士，有小狗，哦哟，五个肉啊！对面无尽战。Hello。我表示压力很大。无尽战的话，圆盾出门。买个树枝。哎呦，好看。无尽战对面的话，应该是炼金术士中，有可能哈。那我走中路。怎么我发现我们这边手短的也不多嘛？你中是吧？行，给你中。
我就欣赏这样的选手。啊，我就欣赏猴子这样的选手。好，我们这边我跟鱼人一起，那是一个相当的激情啊。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猴子是中单 Viper 的，有鬼是中单 Tinker 的。耶 ，LV 也来了，你想干嘛？那我下去。这不是赶我吗？对面中路啊，可能会中单的是电魂呐。啊，那我去下路吧。这还带赶人去下路的，拍拍熊。好，我发现我们这边猴子的补刀还是相当不错，我很欣慰啊。过来，奔腾过来拉个野。同志们，我有没有型？我是不是很有型啊？哦耶！吹棵树，拿两个过去。哎呦！好，这两个兵在这里就废掉了，让这两个兵死掉，让对面线上少一点经验。我、哦、直接是灵魂戒指出门。哎呦 ！A 一下。A 两下，错了。好，这两个小兵死掉。FB， 哎呦，拍拍直接双倍到上路拿了个 FB， 我们的鱼人好像是挂掉了。好，稍等一会儿，可以过来拉了。让白虎一个人 solo 潮汐，让他多吃一点经验，多打一点钱。这一波可以把这个小兵吃掉。白虎因为是远程嘛，所以他去吃这些，去把这些小兵拉过来，是可以有天生的优势。接着升一级 E。哦呦，拍拍这么奔放啊，直接鞋子，糟糕。哎，啊，这里走他走比较快，应该是杀不掉，杀不掉啊。这样的话我就上来烫你吧，跟住没有射中，把他逼走。拍拍可能会来下路，啊，我们白虎的补刀还是蛮犀利的感觉。拍拍又到中路去，一下两下，好，打死。啊，这拍拍是打死，我还是拍拍占了优势啊，因为拍拍拿到了经验。好，过来拉这波野。看来这个拍拍是游走的，很奔放啊。猴子在中路的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这一个炸弹是什么情况？拍拍又不见了。我过来把这波野拉掉。让白虎可以等级高一些，来到了下路。既然拍拍要游走，买个眼睛。三个技能都一级是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中路我们的白虎又是一支神剑。